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电影《侏罗纪世界：陨落国度》即将上映，掀起一波恐龙热潮，周边商品更是热卖。雀巢早餐脆片因迎今夏恐龙狂潮，推出电影限量包装，消费者只要于活动网站上输入盒内专属代码，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全家畅游夏威夷侏罗纪体验之旅。雀巢推出的限量包装随盒附赠专属代码，消费者于网站输入代码后即可参加抽奖，而且可以立即得知中奖与否，不但有机会抽中一学期的早餐脆片或是侏罗纪世界相关电影周边，更有机会幸运抽中最大奖全家畅游夏威夷侏罗纪体验之旅，一人中奖四人同行，预估价值约台币25万元，不但可以入住在威基基海滩的四星饭店，还能体验各种与侏罗纪电影相关的行程，包含著名的暴龙围栏、经典的侏罗纪公园大门及侏罗纪世界电影中刺激的玻璃球游园车码头。另外，雀巢早餐脆片推出马额赠梨，也特别利用了如同真实恐龙蛋的造型，做出专为脆片设计前吃分离的早餐碗，可以将牛奶和脆片分装携带，设计更贴心，附带骨头形状汤匙，绝对是恐龙迷不能错过的满分收藏。雀巢早餐脆片限量送让恐龙迷爱不释手的侏罗纪世界恐龙蛋早餐碗。雀巢提供，雀巢早餐脆片推出五款限定包装内藏冒险抽奖惊喜。雀巢提供。